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这是我们戏游中最特别的无人机的特色课程。我们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会跟着你，让你成为很厉害的小飞手，这样好不好？先等一下，这不就是无人机吗？偏哪一边你就按反向的，让它矫正回来，再往上翻一次。好酷吗？酷啊！这样往前，然后你这边往上。老师，这是它坏掉了。真的，我看一下。有了，还应该可以，等一下可以修理。啊，你拿去找哥哥姐姐。有什么要我打呢？有什么要我打呢？等一下再用这个锤子。没有啊，这个用不到。为什么？接回去 ，A 是正桨，然后 B 是反桨。好，修好了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前面有像眼睛的东西，它就是感测器。比如说我给它个手势，它就开始自动的往前冲。然后碰到噪音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停。在生活中有没有看到其他相关感测器的运用呢？停车场的自动闸门。我一挥它就自动冲水。对，这是一个感测器，因为它感测到你的手势，它会自动冲水。那我们今天就开始组装这个好玩的作品吧。那个干嘛？小朋友，不分年龄，多元领域，打造嘉义县成为一个快乐学习的城市。乐学在家，幸福一家。勇敢超越，追求更好。